你進入咗元宇宙未咧？嚇，而家個個都講緊Metaverse， 好多人都係開始了解元宇宙是怎麼一回事。咁啊，長哥咧嚇，就係梗係唔想落後於時代啦。尤其是我哋咁多嘢想做嚇，梗係想知道人類嘅下一波嘅社會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将来的 新常态是怎么样的呢？肯定呢就是多了一个元宇宙的了。有些人呢就会在生命有一部分的时间，一部分的存在呢在另外那个世界，那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资讯的世界， IT 的世界。现在未有那么复杂的东西在我们日常实践出来。即是呢你而家結婚呢都唔係喺一個元宇宙嘅環境下結婚嘅，你都係實體會結婚嘅，都係會戴戒指，都係會切婚禮蛋糕嘅，係咪？即係暫時係咁先啦。點解我咁提出嚟呢？今年嘅復活節呢，過去嗰個週末呢，對於長哥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突破。點解我咁講呢？是突破了我一个框框，我真的觉得我是舒服地生存在元宇宙里面。怎么说呢？今天呢是已经是整整个几两个月了，成两个月了，差不多了。我们是停止了实体的活动了，因为疫情啦，政府嘅限聚令啦，咁我哋就係冇選擇咧，就將啲嘢搬曬上線上咯。但係你都知啦，線上係好多局限噶嘛，你喺線上學太極、學瑜伽、學按摩，得唔得咧？梗係得啦，但係係咪嗰回事咧？係咪咁過癮咧？好多人都會有呢個疑問咯，咁我就問下你啊，你有冇參加過呢啲課程先？你參加過幾多個線上嘅課程咧？即使係譬如啦，廚藝班咁嚇，我喺呢一度教你做一個咩餸，做個蛋糕，做個朱古力係做到嘅嚇，但係冇咁過癮咯。如果我哋一齊做，坐埋一齊，你食到我炒出嚟嘅菜食生板嚇，或者係我而家做出嚟嘅朱古力，或者我做嘅雪糕，係唔同嗰回事嘅咧。尤其是能量的問題，即是你來我們綠野林那裡去享受這些東西，還有我們隔著這麼遠，我在我家，你在我家，我們一起隔著，個個人在家做斷食，還有一起躲在一起做斷食，是不同的咯，做療愈更加是咯。為什麼我這麼說呢？就是我們這個復活節呢，那個四日長假期呢，就辦了一個心醫營，還有剛剛呢兩三個禮拜咧，我嗰個線上嘅搖佢能量療愈開咗班，我就發現咧，哇！原來真係得噶個心醫營咧，個心醫營咧嚇，睇到嗰啲戲劇性嘅轉化，直情係驚心動魄，我想象唔到喺線上可以透過啲對話。是生命即刻改變的，整個人的信念，整個人的對自己的睇法，冚唪唥變曬。譬如我哋嘅營友第一次睇到佢生命係有價值嘅，呢個世界需要佢嘅，咁啊掂曬㗎啦，乜都唔使做。長哥話嚇，你個病就會好得曬，因為令到你病嘅原因冇咗，個身體就會自己搞翻掂。就是这样咯。我们由于私隐的原因就不能够公开就是我们发生过的事啦。但是直情是老实说长哥未试过同人做疗愈所谓开工啦，咁触目惊心的，咁战战兢兢的。因为在线上做呢同埋面对面做，同埋咁多人一起坐埋一起做呢，是完全不同的。有很多事要很小心，很多事是没有把握。现在我有把握，现在我知道是做到，还有我知道怎样避重就轻，怎样可以利用遥距疗愈的优点
點解咁講呢？就係、是、我哋嗰個搖佢線上嘅搖佢嘅我仲用搖佢嘅方式教搖佢嘅能量療愈啦、手療啦、敲重撥啦、呢個靈擺啊咁樣咧嚇。我估唔到啊！即係你講我都唔信啊！個效果比喺現場更加好。原來現場雖然我哋個能量嗰度嗰個氣場咁正嚇，但係仲有好多其他嘅嘢干擾咧嚇，係唔及得喺線上有啲嘢，佢哋個個都話咁神奇嘅嚇，即刻又唔痛，做三分鐘嘅手療嚇，你同我做，我同你做喺線上啊嚇咁之類。就係、是、痛又冇曬啊，成個人又開心曬啊，成個人又精神曬啊，等等，即係平時我哋實體去做咧，都冇咁勁啊，冇咁神奇，冇咁興奮啊！你問翻我哋啲同學仔就知道咯，我自己都估唔到，我自己都幾乎唔相信，但係佢哋卻真係。咁樣一大家一齊反映出嚟喎、竟然喺線上會做到喎、我依樣我好感恩喎、呢、這個信心對我嚟講好重要喎、直到呢兩日我都一路等得唔得㗎，有好多嘅限制㗎喎，同埋嗰個風險我哋要點樣去評估啊咩之類。而家我睇到啦，真係得嘅咯！啊，啲同學都仍有用事實證明俾我哋睇咧嚇。喺線上玩咧，一樣咁好玩，同埋效果咧可能更加神奇添。我講咁多你唔信嘅嗱，我唔知你係咪做緊，你係咪導師，你係咪療愈師？咁你信住常哥先啦。啊，要佢係得嘅，就係、是。不但止做到，如果你係識做咧，效果可能比現場可以更加好。嗱、如果十日前你講咧，我唔信，而家我就信，親眼睇到，體驗到，嚇、咁我哋會做多啲線上嘅嘢。雖然長哥係好想做翻實體嘅，咁啊就快啦嚇、我哋就嚟咧就恢復可以鬆綁啦，即係呢、這個限聚令咧就可以逐步解除啦嚇，咁啊不過咧好多謝呢一次疫情，好多謝呢啲限聚令啊咁樣咧，令到我哋喺線上開拓咗一個新天新地。將來咧嚇長哥同埋我領導嘅團體咧都會雙線進行噶啦啊，這個我哋前年開始講啊，都係得個講字咯。而家疫情逼住我哋咁做啦，好開心做到咗。我而家先就同你報捷嚇，報喜做到咗啊，係得嘅，你信啦嚇啊！你如果而家你已經識做手療嘅，就係揾人做手療啊，揾人去做喺線上嚇咩都係個心嘅啫，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嚇。如果各位係同人哋做緊療愈嘅，你未試過做搖佢啦，做啊得嘅，信我哋啊，拜拜。